好，我要开始了，我要开始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Eason。等一下，是吗？大家好，我是Eason。那个，今天我们要来拍的是，为什么要笑声？不要这样，这很专业。笑我在笑。今天要来拍的是澳洲的零食，一个人去挑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零食，跟一个就是有看到想买想吃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买的，然后今天买来尝试的零食。那先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吗？这个是珍妮 ，Hello，Hello，Yeah。然后这个是 Eddie， 这个是 Nick， 我们的颜值担当。不敢那个。那我先介绍我在澳洲最喜欢吃的零食，就是这一颗健达出鸡蛋。台湾就有，台湾就有。为什么会喜欢这个？是因为台湾的健达出鸡蛋已经不是这种健达出鸡蛋。不是这样开吧，面就对。我好中意的这个人。澳洲的是这样子，因为台湾的我记得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包装了。有没有人没吃过这个？怎么可能没有？有吧，小朋友，小朋友都会吃啊，这童年呢，你再年轻一点的，你这个老人。等下可以标一下年纪吗？上。我现在要给大家试吃。很久没吃了。怎么好，我印象中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健达出鸡蛋，对的，巧克力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玩具是什么。好，这个就是健达出鸡蛋的，它很酷哎，它泡到水里会变色哎。哇哦，助理，助理，哎，我们需要道具组的，但是我们需要一杯玻璃杯加水。好，总之就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健达出鸡蛋，因为台湾已经吃不到这种健达出鸡蛋。我们助理很快就会把水拿来了，我们来试试看它是否会变颜色呢。好像是要变，想不起来了耶。不然是沉下去吗？放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放旁边。好像变。接下来我要来试的就是这个 soft licorice， 它就是什么甘草糖，据说非常的难吃，但是我一直想要试试看。这么快就要吃好吃的，先开始。有啊，刚刚那个就是我好吃的。好像很多人很不喜欢，但是有一些外国人是非常喜欢这种糖果的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啊。好恶心，好恶心，它很粗。你不喜欢这种粗的吗？我也一半吧。喜欢吗？这边又粗哎。看起来就哇，看起来好难吃。好肉，谁挑的？好恶心。我挑的啊。耶，这不会挑怎样？给你。嗯，不难吃啊，可是就是很重的八角味。不要吞下去。卫生纸助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那最后有个口感好恶心哦。不能那个巧克力吗？我的可乐。我的可乐。干了废。受不了受不了。是真心建议大家没事不要买来吃哦，除非你下了必死的决心哦，它真的会有点危及生命危险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换珍妮先好了，来自我介绍啊。我不用啊，跟他介绍过了。今年几岁啊？真有，真心有，真有，珍妮真有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饼干，嗯、Gorgeous， 看到没？不会啊。Gorgeous Sweet Chili， 是我最喜欢吃的口味，它好像有七八种吧，那我们要吃吧。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形状。就很像卡迪娜啊，对啊，卡迪娜，卡迪娜，很像台湾的那个德州薯条。卡迪娜，番茄口味，老人味。对，我就吃过甘草糖之后再吃它，就蛮好吃。好好吃哎，还不错，还可以，得到极高评价。我现在放旁边，这你要介绍它的第二款。他们这个是应该是就是营养棒之类的东西。营养棒是属于在零食的范畴吗？就是我想一直想买，但是又不敢买。嗯，为什么不敢买？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很硬啊，看起来蛮难吃的。不要害我的 YouTube 被黄标。你喜欢软的、啊？我喜欢吃软一点的食物。哦，来你一口。红油条，好健康哦，这个。好吃吗？也不算难吃啊，就是一大堆坚果在嘴巴里翻滚，你知道吗？花生糖的口感，健康一点的花生糖，蛮好吃的、啊。很健康，我不是一个这么健康的人。多少钱啊？打 call 要半块，可以趁半价的时候买。让大家提醒一下，澳洲的 Woolworths 啊、Coles、Aldi 他们的商品很容易就半价了，就可以趁半价的时候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换 Eddie， 我介绍这是什么？这是集齐品商店买的，然后外面买不到，特殊的商店才有卖。
草莓的夹心饼干哦，先吃这个。对啊，就是威化饼啊。草莓口味的味道。基本上这个不太能累吧？很浓哎，草莓，草莓，草莓很浓。这个很正常的。就是化工化工草莓威化饼，它会怎么？快来快吧，意大利做的，像那个益美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很像益美那个口味。再来是这个，我好奇到这个哦，这真的要拍手哎。这个是最近才出的，限定的多利多之根 Mountain Dew， Mountain Dew 就是这个。那你什么时候冰出来？这个就像汽水，台湾好像没有。有啊，有卖啊，台湾很贵，反正就是它有点提神的汽水，然后它跟它的联名款。对，而且只有沃沃斯有卖，沃斯没有。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吗？好紧张哦。绿绿的，快拿来给我吃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汽水味哎！我没喝过，说实在。1、2、3，酸酸的，就多利多汁的味道，嗯，有种柠檬汁的味道，有种柠檬香。就是上面那个粉没有，就是它就是多利多汁的、啊，没有特别的芒果汁味道，还可以的、啊，就多利多汁嘛，可以。啊，开喝哦！我问你要喝酒，喝酒你要开始喝了，你要开始喝什么？对的吗？芒果汁，现在是什么部落仪式呢？我没喝过，喝看看。嗯，我没喝过，怎么没喝的？好怂，真的很怂哎，怂啊怂，真卡怂，真卡怂。那跟你喝金姐姐吧，开心吗？跟三个啊，我们换你客了。可是其实澳洲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零食。那你还是你干嘛？还要等他？你讲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先。反正就去挑看看有没有看起来比较好吃的。那这个是很多台湾人喜欢来澳洲，就是最喜欢吃的口味。干嘛想要镜头啊？请问你们帮他补充好吗？对啊，反正我就是自己看顺眼，我就买来看看。像这个甜辣口味的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。请问怎么念呢？对，镜头念。当饭哦，当饼。英文是好。我来了一年，英文还是很烂，不好意思。我跟大家提醒大家一点，不是来澳洲你的英文就会变好，有人来澳洲英文就会变烂。好啦，我们大家来吃看看，来。这是我，不是牛，快点。还有哪几口？我觉得好吃耶。你怎么那么好吃？我真的是真的好吃啊！你叙述一下口感，真的好吃。它是那个薯片饼干。我觉得 Mountain Dew 越胜一筹。啊，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比较健康的那个。最喜欢澳洲的食物一点就是他们都是超不辣的，我想吃辣的东西都不辣，啊、一点都不辣。它是真的不辣，可是我觉得很爽口。好，那介绍下一个。我一样不会念的、啊，对我来说，因为那个，我先把我饼干吃完，因为我觉得它造型很特别，它就是很像蚯蚓的一个巧克力。是蚯蚓不是吗？盒里面打开是真的蚯蚓。是有钓具店买的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那边可以撕开，各位。对不起，我全卡怂。你看他前后都有这种标签啊，他们硬要撕开，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哎。对，叔叔好，搞什么啊？天哪，助理剪刀，助理就长这样，它后面是平的，我会它一直整只会圆的，真的没有。那长这样 ，SS 美妆布洛克，是什么仪式吗？中间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很像那个士力架，我不喜欢这个，它好黏哦，它太黏了。我不是很喜欢士力架那个的味道，就焦中间焦糖啊，吞吞的。更不喜欢这个巧克力，不行，不 OK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吃下一个。你看啊，等下很急啊，真的很急啊，没有把它吃完。我要去追剧，不要这样。感觉这怎么吃完是要看牙医的手机？臭蛋。我知道啊，连那种牙齿都是。如果是家长的话，千万不要买给小朋友吃，他们牙齿都会烂掉。一样，这个是我看到的，就是觉得很好吃。珍妮说好吃，好吃。珍妮推荐，这是一个很版的，是瑞士莲品牌。反正是蓝莓口味，它好像还有其他三个。珍妮啊，来，我们吃巧克力哦，来，哎，来。啊，那个山羊边边。好就是那个啊，益美。益美，对，我刚才想到。益美那个葡萄 QQ 球啊，一模一样。巧克力它比较苦嘛，比较偏苦一点。还有里面是饼干的。饼干的。脆脆。如果大家很喜欢在台湾吃益美 QQ 葡萄 QQ 球巧克力的话，你也可以买这个，可以买这个，真的好吃。真好吃。
bonus 时间介绍另外两种零食，就是最近我们的新欢。先请珍妮介绍她的。这不是我现在的新欢，但是这个牌子的巧克力很好吃。这是 Twist， 但是还有士力架，还有一个是 Mars 的，那 Mars 也很好吃。嗯，很不错啊。哦，我觉得这种巧克力。哦，我很喜欢它下面鼓片的那种，这个好吃，可以推荐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是这个洋芋片，然后我也不会念，它是中路口味的，中路口味的洋芋片。那我之前有一次吃过它，哇，觉得超好吃，惊为天人。但是我要说，我很爱松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。好闻吗？因为它都是那个啊，切打的味道。来。它上面这个黑黑的应该就是松露的调味，应该不是松露本来，松露本来不错。我知道松露本来是很重吗？对啊，松露本来很重的。我知道后面是什么。水花因为毕竟不是真的松露啊，它是有味道的，错了。你知道松露是什么味道吗？你有吃过松露吗？对不起。这只有第一口是松露味，后面都是没有啊。我就以后再接下来一起。嘴巴吃不出来吧？我觉得蛮重的，对啊，我觉得蛮重的，就很好吃，很好吃的，松露味很重。那我们今天的试吃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现在要选出一个最好吃，不管是有吃过跟没吃过的，我们就选出一个最好吃的。你要不要先稍微一人先发控姐姐？我想要找出一个最好吃的，一、三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松露的洋芋片获胜。那我们就着急嘴，一嘴是吃不出来是吧？哎呦，好礼物啊，应该是这个是最难吃，根本撑不下去啊。今天谁选这个啊？我就想要试试看这东西啊，我就没有吃过，它的难吃到爆炸，各位就是真的不要去吃它。好，这个不行，我这这个也不行，那倒数第二吧。哎，那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历史共业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看到，他凭什么？他今天我们现在今年的惩罚期，哎，惩罚不公啊！惩罚是这个，跟你跟你惩罚是这个，就那个嘴对嘴，然后有是吗？撕面条是一人咬一边这样子，自己都踢了，没有看到。好，反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大概就到这边，快要进入一个尾声的地方，类似于尾声的阶段。喜欢就按赞分享，哎，喜欢的话就帮我按一下。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欢迎又来。大家有什么推荐的？如果大家有，对，想下台，要不要自己去开一个频道？我要抢人家主持棒了，仿佛不是我的 YouTube 一样。然后看那个单独吃那个甘草糖，下方留言，我们会直接开直播，看他会花多久时间把这包糖果吃完。好，那我的影片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